亚摩斯第六章，那些安身希翁自此撒玛利亚山自命为诸民之首，为以色列家所归之人，是有祸的。你们去加尔乃观察一下，从那里到大哈马特，然后下到培勒舍特人的加特，看你们是否比这些国更好，或者你们的疆域比他们的更广大。那些想避开凶日的，却接近了残暴。他们躺在象牙床上，还卧在软榻上，吃着羊群中的羊羔和牛栏中的牛犊，伴着琴声吟咏，自比达味，发明乐器。大碗喝酒，以上等的油没身，但对弱势的崩溃却漠不关心。为此，这些人现在就要先被掳去，放荡不羁者的狂欢也就完了。吾主上主指着自己起誓，上主万军的天主的断语：我厌恶雅各伯的骄傲，痛恨他的宫殿。我必将城和城中所有的一切交出，倘若在一家中留下了十个人，也必死尽。幸免的少数亲友，由屋内抬出他们的骨骸，问那内室深处的人说：还有人同你在一起吗？他必答说：没有了。继而说：不要造声，千万不要提上主的名字。看，上主一下令，高楼大厦顿成瓦砾，矮小平房荡然无存。马岂能在悬崖上奔驰？牛岂能在海上耕作？你们竟将公道变为毒药，将正义之果变为苦药。你们为了罗德巴尔而自鸣得意，且说：我们岂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卡尔纳恩？然而以色列家，看，我必要唤起一个民族来攻打你们。上主万军的天主的断语：从哈马特关口游论你们，直到阿拉巴河。